唱嘅歌就係我今晚第一首嘅普通話歌啦，因為啱啱喺八點幾嘅時候，其實我都唱過一個 session， 咁而家就係第二個 session 啦。咁呢一首歌係前九月十六號先推出嘅，係周杰倫同五月天阿信佢哋 collaborate 嘅一首新歌《説好不哭》，希望大家中意。
一次對我嚟講都係一個新嘅挑戰啦。咁所以我都好多謝每一位會留喺度聽我唱歌嘅。咁下一首我想唱嘅歌就係方浩文一首都比較勵志嘅歌啦。咁都係想鼓勵翻香港人喺而家呢一個大環境度，大家都要即係做好自己本分，希望大家都可以堅守自己嘅信念。咁呢一首就係假使世界原來不像你預期。
首應該大家都成日都望到佢，每星期五 City Icon 邊度會出現嘅阿 J。想再多謝大家願意留喺度聽我唱歌，咁嘅呢一首應該大家都係好耳熟能詳嘅一首廣東話歌，咁呢首係黃淑萬嘅《差一點我們會飛》。Sonia 而家仲讀緊書嘅啫，咁啊係佢係一個準故事啦。咁但係一路咧都見到佢喺唱歌啊音樂上面嘅成長，所以其實要俾啲掌聲 Sonia 先。同埋即係今日揀好多歌都係希望幫大家打氣咁樣，係啦。咁所以希望我哋今日揀嘅歌或者係 Sonia 揀嘅歌，其實可以令到即係翻咗咁嘅工啦。即係通常大家週末都好多嘢做，以前咧週末好多嘢做，而家就星期五同星期一都有啲嘢做。咁無論你用一個咩方式去喺呢個社會生存迎接挑戰，即係我哋揀咗用音樂呢一樣嘢，因為我哋嘅崗位、我哋嘅使命，咁希望可以大家都喺自己本分裏面去追求啲自己中意嘅嘢，呢個係最重要嘅事情。同埋好開心，因為我哋翻咗嚟東角度恆常做 busking 翻咗個零月，但係每一晚都。逢禮拜五晚每一個晚上都好多朋友都好支持，我希望大家除咗支持每一個獨立嘅單位，你覺得唱得好聽之外，都可以支持成個整體嘅一個街頭音樂文化咯。因為雖然我哋喺地方上面好少，政策嘅支援更加少，但係其實係有一班好努力嘅朋友
去支持住 CDECO 呢個平台，從而令到加拿音樂可以繼續成長落去。咁呢，多謝你。亦都俾啲掌聲你自己，因為你哋一路支持咗我哋好耐，好多舊朋友，亦都好多新朋友。我想舊朋友俾啲掌聲歡迎新朋友，好唔好？因為真係要靠你哋。無論係追求自由又好，追求一啲你想得到嘅一啲嘅政策又好，甚至乎文化上面嘅嘢，其實我哋都希望可以互相影響，一步一步一圈一圈咁樣傳播開去，去到他朝一日真的可以遍地開花。咁無論覺得無論你係咩立場，但係一句香港人加油，其實係都啱你用。希望大家可以繼續同加油音樂同音樂向前繼續努力合作。真心多謝你哋，將時間繼續交俾 Sonia。咁我陣間就再重新唱多次嗰首歌啦。咁就係黃淑萬嘅。猜一点我们不配，我一定要小心。都仲係冇一電，咁可能我同大家傾下偈先。咁都係其實好開心嘅。我第一次喺東國做呢邊 busking。咁以前去其他地方，即係可能 join City Echo 去其他 busking 嘅時候，我都未嚟過銅鑼灣呢邊啦。咁今次我第一次見過有咁多人聽我唱歌咁樣，即係除咗學校嘅一啲聲腔之外。咁係第一次喺街頭，佢可能真係有幾十個人喺度聽我唱歌，所以我自己係即係嗰種心情好難以言喻，係好係開心嘅，同埋係好即係會對自己多咗信心。因為我之前係一個，其實可能而家都係一個會比較容易怯場嘅，或者係即係對自己冇咁有信心嘅人，即係可能我出到嚟嗰啲台風啊，即係有一啲動作咁樣，可能都會好唔自然咁樣啦。咁我自己喺屋企其實咧係會，即係有時候試過對住塊鏡練習一下，又或者係但係又試過俾朋友話啊，你唱歌嗰啲表情啊，突然間啊個鼻哥窿好大啊，個口又擘到好大咁樣唱好奇怪啦。咁嗰啲我都會試下，即係對住塊鏡再練啦。但係發現咧，有時候對住塊鏡練咧，你兼顧得個表情咧，你又兼顧唔到自己唱歌咁。所以我覺得唱歌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長嘅 journey， 我仲有一個好大好一大段路去行。咁都但係都因為有一班朋友同埋有一班聽眾支持住我，咁所以我先至可以繼續去有呢個動力去繼續做我自己中意嘅。
放鬆啦。